记得我那年刚入王府，就封了侧福晋，成了长沙城边最得宠的女人。王府里这么多女人，个个都怕她，就我不怕。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，去打猎。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。可惜王府的女人真多，多得让我生气。她今天宿在哪个世界那儿？明天晚上又宿在哪儿啊？我就这么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天都亮了，她还没有来我这儿，怎么办？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